看那个壮士演的真传神啊，执行也不赖啊。哎呀，又是纠葛，靠，更猛。找日本人啊？等一下，我跟大老远骑车来找你玩，你还出车祸？你一个人智障，你还撞树？哈哈哈！我讲什么奖赏或什么什么补偿之类的。好了，我听你这样主持。好，那我帮你准备一杯木瓜汁。木瓜汁啊，木瓜是最天然的东西。那我再来喝。来，这有点沉淀的，木瓜是沉淀。自然现象，这光沉淀不好。来，你喝，再让你喝，啊，我喝点，还是你喝好了。木瓜是沉淀最营养最好喝了，木瓜沉淀最营养最好喝，给朋友喝，哎，给朋友，哎，各位观众有没有人想喝？在那边喝，木瓜是沉淀最好喝最营养，营养给朋友喝，我很有义气的。这样子，木瓜就让我们欢迎木瓜之城，木瓜之城。